终于集齐了，花了四位数，你们说值吗？距离上一次抽全套皮肤也有半年时间了，不是因为不喜欢，主要还是因为穷。这期就来挑战一下，抽全套仲夏莫吉托需要多少？1110能不能拿下我喜欢的绿色？刚开始老规矩单抽，然后再开始十连抽，先是一个二级包。终于出了，够狠的呀，花了我四位数了。接下来就各种重复，各种重复，然后1110龙阳币都用完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包里还存了79个宝箱，都抽到这份上了，全套得拿下。 OK 呀，升级过来了。接下来又是两个重复的，再来一轮，可以的，主套也出了。算了一下，一共花了这么多，你们说是赚了还是亏了呢？